哇，这一段太重要了，我要穿衬衫。我领带打起来都没关系。因为我发现啊，有好几个族群啊，都怎么样，都可以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啊？因为我会看脸色啊。人家看到我是什么样的脸色，我就会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族群，我会做分类啊。这个慢慢我发现啊，跟我有好脸色的人啊，有好几种族群。听我说说看哈，好几种族群。你太大一些，有好几种族群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一口气可以咬这么多马，全部都咬到了，对不对？真的没有全部都咬到了。表示什么？表示可以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啊，可能就不太好了。这领带颜色不突出的，换一条。小红书，这段我一定要录一下，因为有这么多族群啊。这都有关联的，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你可以把它当成很大的事情来看。第一个族群的，看好久没有穿西装了。第一个族群的是那个，女生哦。为什么女生呢？因为女生常常口是心非嘛，在那口是心非之下，会怎么样？会让人家搞不清楚她到底在想什么。当你真的了解说，这个女生心里真的在想什么的时候，人家就说，哦，那我们有交集了，你懂我。因为他们常常会讲反话嘛，听起来很不入耳，可是你要两三天。好几天之后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原来他有另外一句话隐藏在他这句话里面。比方说，他看我在那边很辛苦的样子啊，他会讲一句：“啊，持续一个月吧。”我想，他嘴巴讲说持续一个月，其实心里面是想什么？你给我坚持下去，对不对？这句话就很棒啊！你给我坚持下去，你给我坚持到最后，
或许想反话，我看你只能持续一个月吧。其实心里面真正的话语是什么？你给我坚持了最后。当懂了这个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就觉得就知道了他们心里面真正的这个内心深处到底是这个的意思。就是一些平辈的女生哈，这是一个族群。第二种族群呢，叫做这个蓝营的国民党的一些蓝营的人，他们是比较算是长辈了啊。那种人对我也会有好感，为什么？因为我肯定他们嘛，他们也肯定我，我肯定谁？我肯定连胜文嘛，我肯定他的伟大嘛，他是为了要很伟大的目的让大家来践踏他、轻视他，对不对？骂他猪，对不对？呸他没关系，他是为了大家好，你们全部人踩我一个没关系。Come together right now over me， 连胜文说 ，Come together over me， 全部人踩我吧。我肯定连胜文了，这国民党的一些长辈们就知道，哦，这小孩子懂事情，他知道这个事情的真正的意思，内心就会有一个，好，你懂，嗯，我肯定他们，他们一定会肯定我嘛，蓝营的一些长辈们。第三个啊，还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为什么呢？我之前讲到那个，在那个高铁做事的一个小白胖大学生嘛，研究生都可以，你在高铁做事一定是 很有才干的，那我肯定他了，人家也会肯定我嘛。像我肯定他了，我会说你这个念书一些念过一些什么课程啊，我会跟他讨论一些我们基本学科的问题啊。讨论一些到一些基本学科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交集，对不对？那我可能会要改变他们，那怎么样？那是未来的事情，没关系。那他们也年轻嘛，可至少在这个当下，就是说他们也会觉得说啊，你懂我，对不对？有些年轻学生啊，你懂我。那还有一个族群叫什么？那是很浓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浓啊，就是一些卖面的啊，欧巴桑啊，哎，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浓啊。可能是说，哎，因为我们是不同背景的人哦，却能够这样跟他，就是你这个人啊，你过的日子跟我小孩一样啊。就是跟他那个族群的，这我不太会讲。就是说，哎，你明明是这个瓦辛娜嘛，可是你却来做我们这些在地人这边的工作，就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情感出来，对不对？一些本地的一些富人。哎，特别浓郁，但是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一些兄弟啊，兄弟会，兄弟会的，什么叫兄弟会？就是乱七八糟的，不学好的，可能又被关过，又有前科，又学历又低的。那种是年纪小的也有，平辈的也有，长辈的也有，兄弟啊兄弟啊的，那就是一种族群了。现在周围几乎都是这种人啊，兄弟啊兄弟啊的，兄弟兄弟什么样？兄弟兄弟都是会更加会动武的啊，
读书不读不好，可能有前科被关过什么的，保护管束什么的，就是会更加动武的嘛。其实这种我们中国人就最喜欢了、啊。中国人你不跟人家一直打，怎么会一直赢呢？对不对？世界排名第二啊，现在周围都走的了，工地啊，因为最强悍的人才会做这种最超的事情嘛、啊。嗯。所以现在五种族群了、啊，第一个是学生啊，懂他们了，因为我会搞一些这个文学的东西啊。这个蓝烟分子啊，就懂他们了，因为懂连胜文是很伟大的嘛。那他们也可能对我也有别的，因为我讲一些文学的东西嘛，也觉得说，哎，你的小孩不错，喜欢四书五经呢。第三个，一些本地的妇女卖面的、摆摊的，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外省人过来做工，本地人在地人的工贵。非常难得，更加浓郁。我的谢啊，查某啊，很多女生啊，就是他们会一直给我加油，你知道，你给我持续到最后，你给我坚持下去。可他表面不会直接这样讲，或者说，我看你是不行吧，我看你再两天你就要回家了。可心里面他们只要讲话就是，你给我坚持到最后。懂他们了，还有个什么兄弟啊兄弟啊，都跟他动武的，对不对？哦，五种族群，年轻学生，白白胖胖的哦，这个平辈的女生。第三个，蓝营的分子。第四个，一些本地的欧巴桑，不要讲欧巴桑，一些妇女。第五个，兄弟啊兄弟啊，我跟他动武。其他都是反动派了。